等你做医生了吼，搁买一间较大间的，给爸妈住。啥？较大间的。你着好好读册，以后你做医生了吼，搁买一间较大间的厝，给爸妈住的。我说，搁较大间啊。退回。助教，你即马是当作爱情是商品啊？啊，不过度假夜郎哦，请问学校的教授啊，不是啦，伊不是教授，度假夜郎哦，请问学校的助教啦，还想熬？你讲何人？你讲何事？哟哟。你要干嘛？安哥，阿姨。哇！安尼哦，太水啦！阿德拄啊好用。你想干嘛呀？有法度听后生争取到别人的主权，你是那个模式。我已经没声音了。我今日是专工请假，甲所有的工课拢。是4.0.1.0。好，我了解啊，嘿，观众了解嘛，了解了解，没讲。一个嘛，请助教驾。听喉咙讲话啊。润汗外的天宝。西瓜甜不甜？他抓得住我。我无爱啦，我就跟你讲啊，这是我专工，要买好。我就讲。你还想叫我？可是你要吃，我喂你吃点水吧。